哦，一号房呢？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Chin，然后这位是鸡排。你要不要鸡排啊？啊，好，我们今天要来玩这个恐怖逃脱民俗游戏。哦，好，那我们就直接开始了，这双人解谜吧，不知道。不会多恐怖的、啊。哦，有书诶，等一下，我还没进去。给我。我还没进去哦，白我要先痴念一下哦！评论。那个作者评论：故事发生在90年代，一个幸福的家庭，爸爸是个作家，却因为爸爸为了要妈妈的钱，而把自己的老婆和孩子都杀了。最后有幻觉看到老婆要来找他赔命，于是找了民俗专家的帮忙。然后最后在浴室里又再一次看到以前一家人的生活形态，才发现一切都只是主角的轮回而已。备注：林无风。玩家是故事里的爸爸，而追逐的人则是妈妈。白啊痴哦，，OK，这根本就是那个一模一样。我看，我的第一本嗯，书《幸福的一家》，然后白痴哦，他《就幸照福那的个一还家愿设计。》，白痴，不要乱讲话。什么叫幸福？是一定要有金钱，权力和金钱才叫幸福吗？哦，这里在讲干话。总结：多多跟家人培养深厚的感情，钱不一定要赚很多，但是感情决定肯定是要培养的。我的工作桌，多啦，王坤啦。好，我觉得这根本就是，好，算了，没事，我们还是照样继续玩吧。这有蜡烛，不，在这里。可以插书进去。哎呦，哦，哎呦。一杀小了，是这样。是怎样？还还我我命命来！来，关掉。这样。哎、欸，我又回来了。对啊，怎么又回来了？哎、欸，这里，送给儿子的生日礼物，他也没打好。然后嘞，然后有嘞，东西爆掉了，应该是后面。是哦，我看一这里要下。玩呐、这怎么玩？你有拿东西吗？啊？没有啊，我没东哎，西。这里有门。我有没有玩？没有哎。啊，玩在这没边，有，玩在这边，玩好像是，哦呦，然后去，这里变成那个红光了。哦，有点，怎么感觉这有点阳春？没事，我们就这样照阳着剧春情面，下去吧。好吃的阳春面，哦，门打开了！我走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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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了！你啊，关门！嘿嘿，走走，啊，关门！你啊，他开门！他会开门哦，关门，我关，我干！我关门！我先走了。哦，我也要先走，我要祈求神明，希望他能帮我。哎、欸，捡呐、啊！捡哦，什么？我捡你捡的什么？那什么？很像套子蜡烛。哦，蜡烛。希望你的慈悲救救我吧，年轻人，现在神已经赋予你力量。这该不会就是传说中的什么老师吧？我要开始施法了，他要施法了！走，心魔心打败你的心魔，魔，快点！我被我的心魔打败了。救我！死掉之后就要重来，他过不去。救命等一啊！下，我需要赶路哦。他这个没做好，他没有把救重生点设那边哦。我！啊！白痴，我还光明路要开启了，剩10秒，等我一下，我还在赶路。哦，白痴等一哦，我只下，剩妹。弹枪。白痴，妈的，他这个没有设置好。看前我面的！有僵尸的啊，救我啦！我这里我自身难保。
还吃他复活，我等一下，操那个你南瓜，妈！等，哎，那你不是有光明路打开了吗？光明路了，对啊，他刚刚不是光有明在妈倒数？路了哎呦呦呦，啊！南瓜头在我这里！哎，哦，我来了。哦，对嘛，我就说那个很像我套走了，子。我走了，我走了，哎，屁的，你赢了。这做的太阳春了吧？我赢了，好哈哈哈哈哈哈！烂哦！嗯，啊，不得不说，我真的觉得这还蛮烂的，好不好？我赢了，他妈，我根本连终点都还没到。啊，就光明路打开进去就赢了呗。